敬礼两名和尚，沙迦正空上师，16世大宝哈王卡玛巴，图登大吉上师。那么敬礼这个坛城三宝。那么在宝德利呢，那边有一个主尊是观世音菩萨。那么在大登文化呢，那里的主尊是莲花童子。那么刚刚开光的时候啊，灵气都非常的重。所以我们也敬礼这个坛城三宝。啊，师母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各位同门，还有宝德利的这个老板，另外这个大登文化的老板，大家午安。啊，我自己这个走了2个月的这个中部啊，中部跟北部这样子走来啊，已经2个月多了，只走了中部跟北部，北部都还没有完。那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那自己的脚步不够快。那刚刚来的时候啊，就有人跟我讲：“哎，师尊啊，你看起来好像很累，很累。我”我一听到很累，我就讲一个笑话，说有一群那个母鸡呀、啊，在这个门口那边聊天。这个主人回来了，是一只公鸡回来了。这只公鸡呢，觉得很累，它就很累的回来。这母鸡就问他了：“你为什么那么累呢？”他说：“没办法，那现在这个流行这个卖鸡精呢。”刚刚我是在这个宝德利那里，他给我端来一大杯的鸡精，啊，让我喝下去，这个样子就想到这个笑话。这个我们看这个大灯文化跟这个宝德利，我们都希望他这个宝德利啊，能够财源广进。那么日进斗金呐、啊，日进斗金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大灯文化能够大放异彩啊，大放异彩，能够弘扬真佛、真佛密法，像大灯一样，很广大的灯啊，照耀这个全世界。照样的，他的这个大灯文化所出版的书啊，我们希望真佛同门跟广大的读者群都能够人手一书。啊，那个书本身来讲啊，我们有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说你这个欠人啊，这个欠善、啊、欠人一世啊，有的时候用演讲的可以啊，要欠人这个百世啊，那就必须要用书本
它能够流传的比较久远。希望那个每一个人呢，不是自己买书来读，甚至于要广大的这个弘扬出去，要广大的弘扬出去。说我们中国弟子，你说弘扬佛法，怎么弘扬？你不是自己买书来自己看的，有时候啊，你一个人要买10本书，一本自己看，9本呢、送给朋友看。这样子你就是，你说每一个弟子都在弘扬真佛密法，那你如果能够说每一本书出版的时候，你就买10本书，一本自己看，9本呢、送给亲朋好友去看。那这样子来讲起来了，就等于是帮忙弘扬佛法了，这样才会变成大灯啊。这个我们西雅图彩虹雷藏寺有一个莲印上师啊，莲印啊，大家都晓得，他叫做这个，他的本名叫小光，小光，就是 Little Light， 小光。我们不希望生活中只是小光，我们希望生活中啊，变成大灯。这个把这个光芒啊，万丈光芒万丈，那么它这个灯啊，就可以照耀全世界，这个才叫做大灯啊。我说 little light， little light 就是晚上的夜灯而已啊。因为晚上的时候啊，你起床看不到啊，这个要上厕所啊，你用 little light， little light 连印就可以了。用连印就可以了，他叫小光，所以我们叫他 Little Light。 应该要大灯普照整个全世界，让大灯文化这个文化流传绵延啊，永远不息。我们本身来讲起来啊，我们弘扬真佛密法，不是不用这个暗暗的弘扬，不用暗暗的弘扬，也不要像小偷一样的，当时说不敢讲出来。我们生活中要光明正大，要大灯啊弘扬啊。我们不是小偷，不是说小小的藏起来，我自己一个人修啊。自己一个人看书啊，那在看书人家来看的时候说你看什么书啊，他赶快藏起来啊，他不让人家看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生活中是光明正大，不是小偷。谈到这个小偷啊，是有一个小偷啊，他就是要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，他藏在那个窗子底下，等这个家里的男主人女主人都睡着了，他才要进去偷东西。因为男主人跟女主人呢，就在这个客厅里面坐着聊天，没有睡啊。这时候有一阵风来啊，这个吹动了那个玻璃窗，吹动，那男主人就讲，说不定有小偷啊来开我们的窗子呢，那个小偷躲在底下。那女主人说，可能是小偷真的把窗子推开。那个小偷就站起来就讲，
你们不要冤枉我啊，不是我开的窗子。然后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，我们不要当小偷，你要光明正大的就走出来，大灯文化要光明正大的走出来。我们生活中的弟子，每一个人不要退缩的，不能退缩的，不能敞着的，就是你要光明正大的走出来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生活中是大灯，要红传出去。这个今天来这里啊，我想大灯文化嘛，还有宝德利嘛，应该是很轻松的，也不用说法，也不用开示，走一趟，然后就可以走了。他说他租了一个场地在这里，这是临时租的，临时租的一个场地。这个。有时候啊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等一下还要灌顶是非观，还有灌顶呢、人算不如天算，既然在这里开示说法，另外还有什么好讲的？我讲一个谜语好了。这个有一个人呢、他对他的朋友讲，他给他一个名义啊，他说这个人啊，不是我的兄弟，也不是我的姐妹啊，大家听好，不是我的兄弟，也不是我的姐妹，但呢这个人啊，是我爸爸妈妈生的。请问他是谁？我。对了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告诉你哦，可见哦，你这个人呢、我心太重。应该要猜不出来，不知道啊，猜不出来，你一下子就喊我，这表示你啊、老是看着自己。不看着别人，只是关心自己的人、每一个人很奇怪哦，每一个人、在看照片、他一定先看自己，团体照里面、他一定先看自己在哪里，他不会先看别人在哪里。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，这是一个我字、佛法呢就是我，一个我字要除呢，除掉也是除这个我啊，最大的敌人还是这个我，还是自己。所有修行是在于我，没有错，但是自己还是自己最大的敌人，要清除掉这个自己，这个小我。小我要怎么样子除掉？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就是菩萨。那么菩萨就会大放光明啊！菩萨本身就是大放光明的。那我们将来呢，每一个人呢、为了这个大放光明，不能只为自己，还要为所有的人啊，只为自己。我们在佛教里面叫做这个小圣，小圣，自己修行就好了，别人我不管，我自己成就这个涅槃，成了自己的生死就好了啊，不度众生
那么就成不了菩萨，就是阿罗汉，叫小圣。大圣菩萨当然也是就叫自觉觉他，自度度他，就叫大圣菩萨。而且不只是说自己度自己，先度他人啊，先让别人成佛，自己最后成佛，这个就是属于大圣菩萨。大圣菩萨都是这样子。那么我也希望我们的正佛宗的这个所有的弟子啊，上师啊，啊，教授师啊，法师、讲师、助教，所有的同门，在度众生的时候啊，以他人为重，以自己为轻。能够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成就大圣菩萨。大圣菩萨，那么我们密教本身来讲起来，也是属于大圣的啊，大圣的。那么在佛陀时代，很多的这个也学小圣，那么也学二圣啊，大圣比较少，后期啊才有这个大圣的佛法这个出现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大灯文化，这个大字就是大圣啊，从基本上开始，你必须要把这个书给它推到全世界去啊，书本推到全世界，每一个人这个都买书，不只是自己看啊，让所有的众生看，这样子能够才能够推广啊，推广这个大圣菩萨的精神，才会变成大灯。啊，今天在这里主要是讲一下为什么是大灯，而不是这个 little light 啊 little light。 我们一定要的 big light 啊 big light， 不是 little light 啊。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是大菩萨，菩提萨瓦，就是大菩萨，玛哈菩提萨瓦，大菩萨。啊，将来我们的净土也是大玛哈双莲池啊，这大双莲池，大的双莲池，我们大的双莲池要度很多很多的众生，这样子呢才能够符合这个佛陀的这个真正度众生的精神啊。 Om Mani Padme Hum。